各位同亲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头啊，第一节课，秘书长爱讲爱有一个大约的概念。各位，你要怎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不是中国人？最主要吼，这世界一切纠纷，拢爱白纸黑字遵守，到最后拢是爱靠啥？法律，法律是啥？法律，吼、哦，唔是讲爱，我以前就住伫遮，不一定哦。吼、哦，对一个所在来的，你可能来住几工，住几年就走啊。但是伊祖先本来就唔是伫遮，甚至是伊无登记户口伫遮。伊嘛应该讲是台湾人啊，哦，你法律就是讲你一定要有一个法律的文件、正式的文件证明你是谁。大家手中你摕身份证，我即马说初步的来问一下吼、哦，你已经办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的请举手。好、哦，谢谢。啊，未办的请举手。爱加油吼，紧、哦、上申请书。好、哦，我先说问一下。来自宜兰州的请举手，宜兰州，好，谢谢。台北州，好，新竹州，谢谢。台中州，好，谢谢。台南州，谢谢。高雄州的，好，谢谢。高雄有热无？热啦吼，这种天气，大家环境爱好啊，保护为啥？拢违反自然法，拢爱破坏大自然环境。即马大自然反扑啊！天气热到这种程度，外口用个煮饭唔免开瓦斯，你知影？系啊，吼、哦！以前是军人笑讲啊，天热到吼，拢会用个蒸卵啊。啊，你啊看嘛，即马这种天气，我看过过几年啊吼，沙拉油放个鼎内底，日头曝曝，等于用炒菜啊。吼、哦，这一点拢无夸张吼。这大家爱守法，守法为底开始守自然法，咱爱护咱的土地，咱的大自然。哦，啊，这环境资源时间久，伊就会回馈予咱。哦，这想必然，我们对土地怎么样对它，土地跟所有的环境就是怎么对我们，这是大自然永远不会变的道理。哦，来，咱回到主题哦，来看下这，大家问我，很奇怪，这是做陶醉的吗？一支钢腿啊，下骹咧，我们钢铁顶啊，唔是，哦，这是法院拢看会到的法锤，哦。这本是啥？国际战争法的书，哦，然后大家稍大开眼界者，确实就有这本书哈。面顶这排叫 Laws of War 战争法，叫啥 ？International Law 国际法，这是国际战争法的书，哦，来。咱这是对台湾民政府。台湾民政府，安尼好，大家知影台湾民政府安怎来的吗？来，咱爱讲正经话吼，咱伫遮拢一切拢照法律白纸黑字来讲吼，唔好开玩笑嘿吼。来，咱小简单介绍，台湾民政府是根据战争法由被占领地人民所组成的叫啥 ？Civil Government， 英语伫遮民属政府，伫对。台湾军岛，所以叫做台湾民政府，伊专名叫啥？各位，你怎有笔记簿无？笔记本，即节课的足侪重点，你一定要写起来，唔好听过准拄煞。今仔呀做面梦做好康诶，哇，足好食哇！明仔载起来阁袂记啊？哎，怎第二节课？第一节课秘书长啊，第二节课毋来上啥袂记起啊？你即马一定要记起来嘿，足侪重点诶哦，好、哦，来，台湾民政府，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根据战争法由被占领地人民所组成的叫做 Civil Government 民政府，哦，不是台湾国政府哦，爱记得哦。啊，台湾民政府是什么？是政府组织，不是民间哦，不是民间企业，嘛不是政党哦。为什么讲由被占领地人民所组成的？相对有什么？有被占领的另一方是什么？占领方，占领方是这样。美国，美国会干啥？美国军属政府哦，你来写起来哦。这啥意思 ？USMG， 美国军属政府 ，United States
military government 吼、哦，一旦内底慢慢甲你讲吼、哦，台湾军岛、美国民政府、台湾群岛、美国民政府，吼、哦，你有写起来无？吼、哦，唔当袂记嘿。比较啥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，琉球吼，我去哪话个所在？赶快啥？琉球民政府专名叫啥？琉球群岛美国民政府，美国吼、哦，日本话赶快那个就是美国，就是用一个食饭稻米的米代表美国的米吼、哦，这名也爱记嘞，爱记嘞吼。恁、哦、是对一支的，一是啥？初级班。2015年7月3日开课的这一期，吼、哦，你爱记嘞嘿，这就是你的初级班的期数，吼、哦，大家记嘞。啊，你先刷你左右边的同学，吼、哦，休息一下，有可能是你未来的同事，吼、哦，大概 UN 有缘千里来相会，为什么来相会？借着这个法力，啊，搁借借着这个所在，各位同心，这个所在是啥个？这所在是水月园农场游先生的，好、哦、啊！你怎看？你怎出去了？看到有一个白头鬃、和蔼可亲的长辈在外口散步的时阵，大家当心会加甲问候一下，迄就是咱游先生。你若提供较好的环境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呐冷气吹，吹甲会畏寒呢。哇，为什么？惊各位当心，但听听的真趣味，听听就困去啊。吼、哦，冷你就较有精神。啊，温度个两个差不多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甲游先生鼓掌一下，感谢伊好无？表达一下，感谢游先生提供较好个环境予咱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大家上课一定要专心，啊，你要有手机吼、哦，再甲关机嘿，吼、哦，无你要关静音，唔当阁响啊，吼、哦！台湾民政府安内、啊、来，吼、哦！啊，你有买新台湾论无？新台湾论吼，这本书，后表姐买书找我的小姐，你明仔。再去，你就会用去买啊！买书找我小姐，《新台湾论》一定爱买哦。较骨啊，较狠哦。来，咱看啊，这个《新台湾论》第一页吼、哦，你用个哪个抄起来吼、哦？你也有买《新台湾论》的时阵，你就会用个来看吼、哦。台湾民政府的设立的经过吼、哦，第一啊，美国政府指定设立台湾民政府在华府成立驻美代表处，第一点设立的经过，向美国提出诉讼。控告美国政府与美国华府联邦地方法院，联邦地方法院伫美国吼是一个真特别的一个组织，等于讲一个机构是啊，唯一可以解释条约，哦，你毋捌听过对无？跟下起来，这法律的观念，唯一可以在美国这个地方，唯一可以解释条约的，只有联邦地方法院。好、哦，这伫台湾战争史回顾来对。隆重到目前出四本书啊，里面内容里面都有提到这个重点哦。你先下不要紧哦。好，2006年10月24日，注意听哦。2006年10月24日，台湾平民林志升等228名，不是带228家属哦，这大家听清楚哦。要拜两中心介绍的时阵爱记嘞。台湾平民林志升等228名的人，哈、哦，在哪里？美国首都华府，就是华盛顿，哦，向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方法院控告谁？美国政府，东协总统以上，布希、国务卿的莱斯，哦，他控告这两个，但是咱控告的不是这两个人哦，爱记得哦。控告的是他的职务，控告美国总统这个职务，所以只要你接美国总统的这个法律的官司，会一直延续落去，责任同款延续落去。国务卿莱斯，东协代表，即卖国务卿同款爱接落去，爱有了解无？控告的是对象，也职称美国政府，吼、哦，不是讲控告布希啊，布希下台，奥巴马不用负责任，没有控告美国总统。哦，爱知哦，哦，来，为什么？咱来看这边哈、哦，来你的左手边，为什么控告他？他秘书长第一节课，甲大家讲有一个概念哈、哦。来，你的右手边叫两百度，哦，江叔甲你做简单的说明。第一点，
你看你的倒手边，哈，你的右手边左手的第一张，左方的第一张，那是什么？不是风景图哦，哦，那一张是什么？代表台湾的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者是谁？日本天皇，哦，就是天皇陛下。各位心目中永远爱藏着日本天皇，为什么？土地甲人拢伊的，哦，咱的先祖不是咱的哦，咱的先祖啊，日本天皇的延续落来，哦，所有权代表就是日本天皇，哎，住伫对，不是两只牛啊哦，那日本天皇不是两只牛啊哦，哎，记得哦，伫对咧，迄班桥后边迄就皇宫有无？哦，迄班桥叫啥名？二重桥，你用下起来。哦，在东京，日本东京皇居，皇帝的皇居嘞，居住地的居，皇居，日本东京的皇居，哦，二重桥，你来记得吼，啊，你也有上网再去查看下麦，吼，哦，熟悉一下日本天皇，吼，哦，啊，这个年号嘞，平成27年，今年是平成27年，哦，平凡的平，成功的成，平成27年，莫个写民国104年嘿。中华民国咱头先秘书长甲大家讲，啊，搁伫地无？蒙古期安尼，搁咧用伊个年号，哇！哎，全世界真正讲啊，真正台湾人真正戆甲袂白上啊，傻到不会抓痒，有没有严重？有没有严重？台湾人傻到不会抓痒哎。应该也不至于吧，哦啊，所以大家要记得吼，你要知影。过来，所有权的代表是日本天皇陛下。再来呢，右边那一面图是谁？美国总统嘛，哦，奥巴马跟旁边那个谁，蜜雪儿哦，第一夫人，也名叫 Michelle 哦，长足趣味的哦，伫白宫的网站伊贴一张纸，哦，因为白宫内底有无一挂动画照片无？张开戏，白宫开始会有公开的照片跟影片，哦，这很特别。各位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为什么？要上网，随时去了解国际的动向。尤其是咱爱啥，英语甲日语爱甲紧去学，吼，哦。为什么我知道？因为我上网有去看，哦，所以甲大家做分享。哦，米歇尔夫人摕一本是啥？百科全书吗？不是哦，那本是啥？圣经。哦 ，Bible， 圣经，代表啥？美国总统持着这个圣经倒手持的，代表伊宣誓对上帝宣誓，讲伊要为美国的利益，甲为美国的百姓设想，立效忠来就职做美国总统。美国总统伊怎啊担任啥的责任？对台湾，大家讲看麦，美国总统甲咱有啥关系？他那有讲过吼，大概稍微记咧，伊是占领方，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所以会有美国军政府 USMG， 他是最高的指挥官，所以主要占领全国就是他。哦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，咱开始咱是咪？台湾民政府代表歌、日本国歌、美国国歌完了是咪？输伊唔是念足好听的，哎哟！台湾民众的主张甲立场，有无？念完咱哪个看吼？对照这两百图，这两百图会对来，就是台湾民政府过了后，吼，伫2010年七月份，哦，七月四号等于讲明仔，明仔阁是一个重大日子，安怎？全台湾爱挂美国国旗干啥？台湾民政府的旗帜，哦，台湾民政府旗。甲美国旗帜，明仔7月4号，哦，这足重大一记，先说甲各位学员吼，哦，分享，哦，明天全台湾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，哦，美国国庆嘛，那代表什么？主要的占领全国，代表什么？管辖权、占领权的代表，哦，为对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的 A 款，你拿下哦，吼，哦，哎，大哥阿伯拿下诶。有位大伯记得哦，吼，欸，主要讲咱看讲，无咧，迄就讲去北岛啊，位对来，唔知，迄唔知啥物约，哇，你来跟写起来，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23条 A 款，吼，你来写，美国啥，主要占领全国 ，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，
主要的占领权国，因为啥个权利？主要的占领甲分配权。所以讲，这片土地面顶所有的行政、立法、甲司法，爱听谁的？最后谁决定？定义是美国总统做决定，爱知道哦？哦啊，旧金山合约条的第四条的 B 款，所有财产共款由美国军事政府来做分配。好、哦，爱有了解哦，你爱写起来嘿，这种重点哦，哈、哦。来，咱看到这个新谈论第一点哈、哦，你继续写嘿。2006年12月4号这哈、個。他控告的标的是什么？来、欸、注意哦，跟下起来。控告的标的哈、哦，不是控告美国总统哦，安怎非法哦，非法入侵，不是哦。标的是什么？要注意哦。台湾国际地位与台湾人权保护诉求哦，他有没有暗号？有。美国每一个关系拢有一个编号，编号哪？代表讲好查，佮代表人伊即个案当时官司当时吼，迄、哦那个案按照即个编号去追溯，吼、哦，即第一届控告美国，第一届就是，比如像他讲的，今年2015年台湾时间2月28号，美国时间2月27号，第一届控告美国，主要是啥？伊非法甲咱本土台人为大日本帝国的国籍改做啥？中华民国就是一张纸，古古啊，有够久啊！当时1946年1月12日，1946年1月12号，用一张纸，迄张叫行政命令，是因咧讲诶。其实用一张纸，干咪凊彩共改人诶，人诶所有权，包括伊诶国籍，袂用诶哦。即世界人权诶宣言内底有讲哦，袂用凊彩甲任何人。以拥有的国籍甲剥削，哎，党诶，迄张节参制第1297号训令，哎，用诶安尼做，哇，这世界乱咯、哦！我用一张纸 memo 纸，我写下来吼，明仔开始，恁家的财产就是我的，你的囡仔就是我的囡仔，恁家的新妇就是阮家的新妇，你的孙啊就是我的孙啊，会用诶无？可不可以？吼、哦，它的合法性在哪里？安尼小想一下就知啊，吼、哦，安尼做一个带有一个观念吼。哦来，咱看一下。今日第六，台湾法律，法律台湾，台湾法律就是我头下甲大家讲的《新台湾论》。这本书唔是家己乌白写的，全部内底拢是按照国际法、政权法、万国公法、旧金山和平条，甚至是甲美国、甲台湾有关系一寡法律的内容。又比如讲，长期以来研究浓缩伫内底，哦，各位同学，你今日甲头先。哦，无你无读书，亲朋亲朋戚友，哎、欸，你想要真正要互伊了解，莫阁摆落电视媒体，各位有看韩剧无？有看韩剧的亚秋，谢谢。谈话性节目常常看的，请举手。哦，什么什么全民开讲诶之类的，有无？看过亚秋？大家遐我看卖下，没看过的举手。啊，来。年轻人有看过吗？比较少。购物节目有在看的，请举手。购物啊，什么什么幼幼台啊，吼、哦，迄、那、落、個、买什么吼鼎、哦、啊，吼、哦、沙拉油的有吗？吼、哦，迄种的节目爱减少。吼、哦，一鼎的，其实吼、哦，咱生活当中重点伫对，咱爱抓出来。吼、哦，迄时间浪费掉，咱家都唔知。2008年2月2号，迄天台湾民政府成立到今仔日，今仔日几月几号？2015年7月几号？3号呢？2008年2月2号已经成立的，到现在，吼、哦、几年了？有问题早就不见了，哦，它不是政党，所以讲呢，台湾民政府想要派代表去选立委、选里长，爱不？要不要？需不需要得到人家的支持啊？选票公投要不要？好、哦，大家会记得，咱是去用军事占领，台湾两百度就知啊。所有权是日本天皇，人嘛是。即马咱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日本天皇向美国投降，美国总统投降，所以延续下来为杜鲁门开始，一直延续到目前叫做奥巴马。哦，是啊。
主要怎样控告这个占领的权利跟责任，哦，占领权利跟义务一直延续到今天，哦，哎，知哦，无变哦，哦，一起就那样。美军有没有离开过台湾？认为有离开过台湾，请举手。没有的，请举手。不知道的，请举手。谢谢。美国其实他的美军一直都在台湾，哦，爱知哦，哦，你就像讲新竹的乐山，迄雷达站，知哦？阿哥啥？台中的清泉岗呢？台东的长滨，阿哥啥？左营军港。你想讲像松山机场，阿哥也给我一个新闻哦，美国 AIT 一个官员，他的小孩子生病了。一台美国的 C-13 栋运输机，足大台哦，甲停喺中山机场，甲囡仔载去 Okinawa， 讲要去看医生，诶，大家又爱笑啊，吼，大家开始爱笑啊，奇怪，开一台 C-13 栋运输机载一个囡仔参因妈妈去日本 Okinawa 就医，台湾没有医院了吗？你这是啥？美国就是在宣示，提醒大家，这是伊的军事占领地，不是中华民国的。中华民国是啥？流亡政府。法律依据足简单嘞，各位你只会记得写起来。美国在台协会 AIT 网站内底，你去找《台湾关系法》第十五条内底有写到：1979年1月1日以前，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。英语安怎讲？Taiwan Authority， 出不一样呢。1979年1月1日以后，中华民国还在吗？还在不在？不在了呢。它叫什么名字？台湾治理当局。所以电视顶你看这个，吼，政治党，咱叫为啥叫法治台湾？咱是按照战争法，由美国军事政府吼授权成立的。由被占领地的人民所组成的民政府，哦，按照法律的台湾，哦，以及大家看到这啥，美国国务院政策指导就是啥，政治台湾，那分弄清楚，政治台湾是啥，用政治策略，用很奇怪的政策，哦，那要来剥削各位在座你的口袋，他什么要抽油水。哦，哎呀，你抽遐钱去买啥？买美国不爱滴的武器啊！你知道哦？哦，抽遐重的水，万万岁，万来是安尼来。我们被军事占领，美国本来就要亲自占领，为什么要请他的马基的来？中华民国跟美国是什么关系？中华民国跟美国是什么关系？同盟国，哦。然后美国跟台湾是什么关系？美国跟本土台湾人应该怎么讲？美国跟本土台湾人是什么关系？刚刚讲过的，复习一下，什么关系？军事占领，对不对？军事占领是什么关系？敌对的关系。现在还没结束战争状态哦，现在台湾还没有结束战争状态哦，所以才有什么美国的军事占领。还有美国军事政府跟什么一个民政府，一个地方，它如果处于战争状态，当地它就会成为两个单位，军政府跟民政府。军政府由占领方成立的军政府，民政府由被占领地的人民所组成的民政府 （civil government）。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很特别的组织方式？刚苏嘎嘎也提起来。军事政府他来的国家跟当地的人民语言文化没有一样，是不一样。讲英语美国话的美国人来管日本台湾，啊，那叫日本台湾，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台湾叫做日本台湾。他来占领日本台湾这片土地上面的时候，上面当时是当地人是讲什么话？日本话哦。各位，你懂吗 ？The people of Taiwan 就是本土台湾人。现在呢，《台湾关系法》里面叫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你知道站在台湾上面的人
甚至你来住两三天，马上搭机转机要去别的地方，他也可以说他是台湾人。The people on Taiwan， 你只要脚踩在上面，不分你哪里来的，都叫台湾人。The people on Taiwan， the people of Taiwan 就不一样喽，土生土长的，根基扎的深，你的祖先以前就是在这里来的。什么时候？1945年9月2日以前就已经住在这里了。你的追溯上去哪边呢？不是只有爸爸这边哦，各位，你申请过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，请你再回想一下，所具备的条件，你是不是要提出什么日志证明、日志的誊本？哪一方？父母双方，爸爸这边、妈妈这边，每一个人、每一个人都有父母，爸爸有爸爸的妈妈，妈妈这边有爸爸妈妈，一直起起，延续起到底。1945年九月初二之前，你会当证明？依诈得一点大体家，你可以拿出日志誊本，日志誊本爱给的哦。你就要先刷熊抽给八旬，先刷增进，你怎么样去了解什么叫做日志誊本？他的年号是明治、大正、昭和，下起来哦。明治在哈，明治奶粉有加过哦，明治巧克力有没有吃过？明治哦，明治。哦，过来大正，大方的大，正方形的正，大正哦，大正天皇。你问你阿公阿哥，即马个食灯会时，你就要问咧，大正天皇，伊拢有印象。过来啊，昭和，昭和天皇，就是那个照相机的照，上面取上面，下面那个火四点不要，那个叫昭和呢，和平的和，昭和。哦，只有这三个年号才能叫什么日志誊本。可不可以拿民国前？民国可不可以？算不算日志誊本？哦 ，OK 哦，要记得哦。虽然他写民国、民前，用毛笔写一样不行，他不叫日志誊本，明治、大正、昭和，还跟我清楚哦。是不是日据誊本？要证明哦。当然，国际地位要正常化，咱咧讲话包括使用名词的时阵，咱都要用正常化。咱拄着中国人，爱叫啥？中国人，莫阁叫伊外省人。因住个所在，中国，哦，唔通阁讲大陆啊？你叫伊外省人，叫伊中国，叫啥？大陆外省人代表啥？讲个人，伊本身就甲中国人是一家伙啊，同一国。我简单举个例子来讲啊，比如我叫做哦王大明，我弟弟叫王小明。我叫伊叫蛇，啊伊叫我大诶，蛇甲大诶是毋是共一口罩才会安尼叫，对不？你若无共口罩，你叫陈一方，伊叫王小明，你是不是直接就叫他王小明？你不会叫他蛇吧？会不会？是不是只有亲人才会这样叫？对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哦，好 ，OK， 啊记得哦，咱咧讲诶时阵爱记咧，毋通阁讲大陆啊，哦，因为国家就叫做中国。伊有正常的国家的名，为啥要讲正常的名？为啥要讲因迄套叫啥物大陆？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啥？中华民国莫跳紧，哦，中华民国简称啥？中国，拢是一个中国，哦。你听讲，他讲着看电视来讲，电视你甲切起来看，是毋是讲足侪政党诶？中国国民党大家就知道，是中国人的，中国国的。民进党的，民进党是台湾人吗？要不要证明他是台湾人？民进党的，民主进步党，他是台湾党吗？他的党纲第一条就写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名叫啥？中华民国。党纲上写的林卓水下来，伊甲中华民国甲白西蝶民主进步党面顶，所以那个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取代中华民国之后，这一块中华民国的墓碑就从此绑在民主进步党的上面，而且不管他有没有绑这块墓碑，只要登记在中华民国这个里面所有的社团组织。政党
通通效忠谁？中华民国。所以这陷阱有大无？足大诶！各位在座，你也听听来讲，哎、欸，我义愤填膺，我足生气诶，我要来投票，我要参加伊诶抗议，你着跋落去坑落啊！要中计掉到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陷阱里面，是如此的简单。但是要跳脱政治台湾的陷阱，跑出来了解法理台湾，容不容易？有简单无？各位在座，你今仔坐伫遮有简单无？你爱感谢介绍，家己互你了解，帮助你了解，原来台湾是政治台湾，唔，原来是啥？应该是法理台湾，而不是政治台湾。这是让你知道，让你了解，从这个迷惑的政治炼狱的这一块迷雾森林里面走出来的任何一个人，伊拢是你的贵人。互你了解，袂阁讲因为伊这個电视这套，吼、哦，互你了解讲，哎、欸，唔通阁去互骗去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系，哎、欸，同心，上课可以保持安静，好吗？这全世界都在看哦，全世界拢在看，好不？哎好，保持安静嘿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法律当然有一个重要的观念，大家爱记得，比如他有讲，咱有红色的车牌。高级班、初级班、高级班了，你就会用的来请车牌，但是要记得，唔通甲中华民国的警察，吓直接对抗。法律当然足简单，咱头下咧念，台湾民政府主张甲立场的时候，立场第一点，不使用暴力或武力，但促使各种方法，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。暴力甲武力，咱受气啊，讲话较大声，骂警察会用的无？这不是法律台湾人哦，不是法理他人，大家爱记得，法律这个物件足简单诶，但是阁足困难诶。安怎讲？很容易是白纸黑字，困难是你要怎么表法？你拿着法理了解法理，你要去表达法理的时候，是一层很深的一门学问。你法律你咧讲的时阵，你若讲讲讲讲，雄雄，你的感情、你的情绪来时，讲话大声。尤其天气搁啊热，啊出去对方啊小讲一下，讲啊，我说你搁搁甲对方划起来，唔通，吼、哦、你啊拄着迄个状况的时候，你啊想着江叔今日甲伊讲的，爱记得，讲啊紧打起来，那想着，咱今日好不容易坐伫遮上法律，经过秘书长，搁我这节课搁落去，搁几下节课的江叔。哦，伊讲的内容虽然有重复，重复再重复，重复再重复，是不是一件好事？是一件好事哦。各位，这个观念要转过来嘿，正面思考，重复再重复的事情，天天做，你会不会忘记？是不是一件好事？每天刷牙、洗脸、穿衣服、鞋子也是穿，是不是重复的事情？这都是重点呢。你如果忘记的话怎么办？还要再复习哦。哦，你一段白白袂晓白，你搁要想一下。哦，法理法理的物件同款，你新台湾物件就比讲，你较晚，你有买新台湾，会记得。这本书600几页，唔是放当个放个图书架面顶诶，讲放个书架面顶。哎，你看，好有面子哦，600几页。啊，朋友来讲，哎，某位人，你那变哪有学问啊？600几页呢？啊，来底下听，哇，拢。重点的当时那边来，不是那一本书吼，颠倒爱摕起来，逐工啊读甲现，习惯了你慢慢你就会了解吼、哦。你甲像你江叔甲大家做分享哦，你有一天做眠梦，你甲梦中的人咧讲法你的时阵，江叔咧只要恭喜你，你成功啊！你的法理已经入心啊，法理入心的时候，你连做梦你都会说法理哦，爱知哦。哦，啊，大家加油，互相勉励，你的左右邻居同款，吼、哦，互相鼓励，互相啦，跟精进，认真搞法律读个书，吼、哦，好来，这张，足侪人摕着，自我感觉良好，摕着讲啊，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伊用一个 GATID 啦，台湾自己当局的身份证，他的未来。各位在座，江叔今仔日特别甲伊讲啊，这是即几天的新闻。这是啥？这帮老乡，中国
已经开始在设计平潭特区的旗帜啊。中华民国是梅花，来对五粒星，有可能就会变成平潭特区的区旗啊。会惊无？这新闻出来啊，哦，来，中国难民跟中国人是一家人，一通雄下诶，拢叫做我方跟陆方。当心，在座诶，我头有提醒大家哦，你各位讲大陆无？要不要讲大陆？你若讲大陆，你就改同款哦，讲一个诶，哦，我方、我国、陆方。你讲的就是讲一个啊，中国跟中国难民、流亡难民有什么区别？一个是老爹伊厝内底一个向赶出来，流亡来遮，流亡来这里，不是他自己自愿意愿合法。一般你比如讲要移民，吼，我要移民去加拿大，移民去美国，是不是透过一个合法自愿意愿的程序，你才去移民去迄个国家？你会不会效忠那个国家？会，可能性很高。但是你是流亡的情况之下，你的心会不会在祖国？会无？你若这样挂出来，你心会阁藏在厝内底无？非不得已哦，这样挂出来，心会阁伫遐无？所以国际上来讲，流亡难民跟原来的宗主国是同一国的。哦，所以这些使用民俗方面要开始改善了，吼。尤其各位在座，你初级班上完了，你紧爱别啊，紧买西装跟裤，哦，啊，这麦克风挂起来，为啥？买耳环啊，吼，哦，你爱记得哦，好，哦。金边身份证，你也看，伊嘛要办新金边身份证哦，哦，六号，七月六号开始实施，吼，哦。来，对拢有哈，哦，这篇要帮我看，当时新闻七月二号。卡式台胞证增加什么身份证字号？危险哦！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缅甸五身份证字号，完全是那一套哦。我放大大家看，同一个的哦。中国国民党包括摕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同款同一个，甲五星旗同一个。你可要爱这面旗无？奥运会参加国际。典礼的获胜，还要不要拿这面旗？哎，在那边跑要不要？还在那边海浪跳舞要不要？戆啊！这面旗不是咱的，认得清楚哦，看好清楚哦。他必须另外介绍的是咪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。我跟你讲，卡式的台胞证先有啥款？注意看，啊，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，这马克给给我。这是中华民国的护照，流亡护照，那叫做难民护照，绿色的。下卡赶快，我这个，我看到了，这就是黑金片的所在。台湾身份证号码，第一句是不是英文字？你要查来，你甲对看麦。后壁刘雪编号，赶快哦，十八一，哦，女将二，好，哦，开始，哦，一二三，啊，女中的二二，偌济？直接无缝接轨，让你回中国，有两条路，看你是要无缝接轨申请台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，永久留在这片土地上，还是要随着他们不要申请，随着他们回去中国平潭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。好，就这熟客两条路而已，好，没有第三条啊。哦，持证人曾持有历史版本通行证，其号码前八位均为港款。哦，这跟护照的港款无？好，哦，看你就知道。会怕无？怕你唔免怕，你紧办晶片身份证，你就免怕。哦，啊，佫会记哦，身份证也资料，讲啥宕机？这个新闻还记得吗？户政系统宕机，资料外泄。招对伊，中国哦，唔通阁讲大陆啊吼，等下要讲一百遍。对面叫做中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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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一百遍啊，下下一百遍哦。啊，因叫啥物人？中国人。你比如讲，你去哦，迄眷村，因讲迄个眷村其实啊，高级难民营，
唔通讲眷村啊，高级难民营，全世界上好呀的难民营，上好的环境就伫台湾。哎，有没有感觉很奇怪？难民营一般咱印象当中是布棚，布棚怪，无就一个凊彩什么厝大大的难民营，而且袂歹呢，因为佫住豪宅，佫住到地堡去安尼。哦，全世界难民上好的就是台湾，真的是世界的奇葩啦！哦，来看下这张自由女神吗？不是，一个叫正义女神，无视对方的容貌，按起来，根据法律来做出公平的判断。这一支箭就是执行法律，铲除犯罪的人，哦，铲除罪犯。来看哦，这世界法律的位阶非常重要的观念，帮助你了解自然法。我头有甲恁讲，吼、哦，日头位对起来，吼、哦，水安怎流，吼、哦，这世界环境爱好啊保守，大自然自然会保护你。根据全世界来共同遵守自然法，衍生让全世界共同来遵守，就是啥万国公法，万国公法，吼、哦，由万国公法做根基所衍生出来，譬如签国际条约。什么叫国际条约？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还有什么巴黎合约，都是国际条约。各国宪法，美国宪法、英国宪法、法国宪法、德国宪法，对啊，大日本帝国的宪法，还有日本国的宪法。台湾关系法在哪里？台湾关系法在哪一国的宪法里面？来，我考考大家，知道不要讲，你讲的答案不见得对，好、哦，不要讲。来，认为在英国宪法里面请举手，认为在联合国宪章的里面请举手。来，大家都要举手，再问一次，台湾关系法在英国宪法的请举手，联合国宪章的请举手。好，谢谢。台湾关系法它在哪里？美国的宪法里面，哦，就是美国的国内法。为什么？赶快，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 A 款，它是主要占领全国，唯一对台湾这片军事占领地唯一有权利的人。所以它的行政、立法、司法，通通要美国来决定的时候，它也可以纳入美国宪法里面。好 ，OK。各位在座后边，你有听过课的吼？我当头前的东西，可以去发表也意见个见解，吼、哦，咱给机会嘿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法律吼，大家想诶，开罗宣言对不对？开罗宣言，甲这拢无关系去啊。什么叫宣？开罗宣言就是啥？开罗公报，不是 declaration 哦。开罗公报是，例如说常请讲中美，哦，比如美国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交公报。哦，817公报，迄叫做公报。哦，这几个人代表公共的，好好。哦，这叫做公报，不是宣言。哦，宣言请世界人权宣言。哦，这个是宣言。哦，你讲讲公完也开始去做诶，叫做 declaration。哦，条约啥 treaty， 就旧金山和平条约用伊名啦，简称，你会用个写起嘿 ，SFPT，S。FPT 全名的 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 呢？条约，条约就是白纸黑字，全世界全部来啦，遵循这个条约的内容来执行。哦，就像很像是当时在1951年的9月8号，也给写起来的。1951年的9月8号签订，什么时候实施？1952年的4月28号正式实施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内容，哈、哦、，OK， 来记得清楚哈、哦。开罗宣言加波茨坦宣言是两个，加日本国加台湾完全迷惑住了两个宣言。哦、因为当时昭和天皇陛下，你等于讲伊接受盟军的劝说，伊等于讲他接受波茨坦宣言，变讲日本国的人，伊认为讲波茨坦宣言是正港的。而忽略了旧金山和平条约。日本台湾这片岛上的人
他是被哪一个条哪个宣言绑住？开罗宣言。认为这个土地就是到蒋介石已经变中华民国的啊，是吗？啊，是哪会三美国哪会拢伫遮啊？应该是中华民国的国旗啊，中华民国占领军旗啊，啊，有现在是美国跟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旗，就简单呢，法律至上。以前啊，中华民国伊是啥？像公司的业务员，公司头家伫外口，全世界乱乱说，直直走。公司交代上，伊的业务员来处理公司的代志。Agent， 各位在座各位有上过班就知啊。业务员伫外口公司做业务，伊当甲做业务的人提讲，我就是头家，明仔公司开销我出，可不可以？没用的吼，中华民国就是这样，所以伊答辩，伊这个九级以为现在5月20号，足简单嘞，因为中国的军政府伊的戒严令，伊其实唔是戒严令，是宣布说他要来代理军事占领，所以这陈诚吼，哇那足干巧的，伫中国的广州宣布戒严，然后甲军队来遮军事占领，讲戒严令，啊大家就去骗去啊。哦，迄两粒原子弹一拍的，大概大拢破去啊！哦，玉碎，哦，啊，大家啊，一直流浪到今仔日，叫这個政治人甲卡掉的，哦，这悲惨的，大家要知吼，哦，历史背景来，保障日本台湾人就是皇民，日本天皇所拥有的台湾民定的人叫做日本台湾人，皇民，有听过郝柏村的讲无？对科批，有听过无？唔捌听过黄敏的啥野手？哦，谢谢，你来记咧吼，咱拢是黄敏，生命。法律是啥？谈关系法吗？因为是的野手，唔是的野手，他有讲过啊，哦。是谈关系法吗？是的，请举手。我正要个复习的，唔是的请举手，唔知影举手，谢谢。哦，我头下讲的，你就要等下个个复习一下吼，哦。开罗宣言吗？哦，这问题，你这我写较大意，就是要加深你的印象。问号，提升你记忆的能力。我头下讲的这，现在设问题让你去想，把刚刚讲的你再复习一遍，哦。这是开罗宣言的内容，看到吼，中英美三强会议公告，哦，这是开罗宣言，有签名无？宣言不需要签名，但是它是公报，也叫阿丘的遵守。欧美国家是这样，你只要握手就算数了，但是为什么没有实施？原因在哪里？法律啊。欸，本身哦，蒋介石当时有承诺，中国不会去侵略其他国家。结果1949年10月1日起来了，毛泽东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取代中华民国，赶快是中国的代表。结果啊，引起韩战。哎，给哦，1950年，带着大批军队侵略朝鲜半岛。开罗宣言都无去啊！哎，知哦，宣言这不见了，变公报。伊本来就是公报，伊本来要实施，美国要实施，要真正要甲台湾交易，但是因为承诺破碎，无啊。但是呐，即使美国要这样子做，最后也必须回归法理。他台湾也是不能交给中华民国，原因在哪里？讲师等一下再跟你讲，法理至上哦。这一个开罗宣言的一张纸还不抵不上，等一下我要讲的那一张纸，权力至高无上。波茨坦宣言当然不是，哦。来，咱做位念，我小问一下，在座各位，你念这段文字，用台语念的较顺手的，请举手；较顺嘴的，顺口用台语念的，请举手；用华语念的，请举手。像我这样讲的叫华语。用华语念的比较顺口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谢谢。不会念台语的，请举手。这一段
不会念台语，不要用台语念的，请压手，压手哦，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哦。哦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一起念哈。来，刚刚是诗语念嘛，各位在座，开始家己念。好、哦，来开始念。台湾民政府的主张，来一，依据国际法理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，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，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。二，遵守国际法，包含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台湾民政府的立场：一，不使用暴力或武力，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；二，对中国殖民政权、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。有印象吗？他是不是诗语念？现在我们来念一下，增加印象，爱给的哦。你有金边身份证，台湾民政府确实也存在成立了，巴黎台湾正式存在了。2008年2月2号开始，今天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责无旁贷，要把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牢记在你的心里面，把记得清楚，记在头壳里底，永远爱记的。咱所表现的、所讲的，爱甲主张立场完全100%的 cover。每一个人拢有责任、甲义务，甲做好，安尼好无？好吼！啊，台语我搁念一遍吼。台湾民政府的主张：一、依据国际法律，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；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；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；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，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；二、遵守国际法，包含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台湾民政府的立场：一、不使用暴力或武力，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；二、对中国实名政权，会记得哦。休息的息，那个音会发吧？息哦，实名政权没有吉祥的吉哦。就这样讲念啥？中国实名政权唔对，喺东北时代听也是爱笑。这样讲台语爱念，对中国实名政权，哈、哦。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，好、哦，有了解啊？哦，听好清楚啊，甲学起来。各位在座同仁，你今日上课内容你也有让人去无听到的，无要紧，刚主持者甲你分享。你上 YouTube 网站 ，YouTube 上 YouTube 网站，东北时代阿伯阿姆，你也袂记得，唔知安怎念，你会用个请你的。好生查某囝，帮你搜寻 YouTube 网站，打啥？台湾民政府影片，按搜寻，你就可以找到今天的讲课内容。还有方便无？需不需要用照相机拍啊？需不需要录影？那个就交给台生去处理就好。大家专心听讲，不要手机拿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一直拍，你时间浪费掉了。讲师在这边辛苦讲，你也很用力的在听。你那个拍照那个时间，重点刚好晃过去了，你今天也白来了，多可惜啊！哦，你专心听，了解该记的笔拿起来写上去，动动你的手，与扎板你拢爱写字。哦，台湾政府行政人员每一个拢爱晓写字。哦，你笔爱晓写，体力写有顺手，哦，拜你都爱写，爱怎哦？手吼爱叮当，无退化。后摆连字都不要提，手要常常动，吼、哦，笔要常常拿。你手脚灵活，脑筋会不会退化？不会退化，吼、哦，上课会记，爱常写笔记，吼、哦。这时间点发生什么代志？他有讲啊，吼、哦。台湾民政府控告美国政府，好、哦、了解吼、哦。2006年10月 October 24th。这公元、公元，哦，莫个讲西元哦，中国人家也讲西元，以鄙视西方，认为东方拢上好诶、上优秀诶，这不符合法理精神。法理精神是啥？公平甲正义，
全世界一路平等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，有听过这句话无？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一样，法理之前人人平等，所有的物种都一样，一律平等对待，没有谁高谁低。伟阿公，哎，讲是那个身份证 class 那个什么意思？那只是标示说你从哪里来的，不是说谁高谁低，那懂意思吗？哦，那个 class 区别日，那产权公几百，你喜欢挂识别证？你喜欢几百？喜欢挂识别证？有无？每一个人喜欢摕证件去换识别证，跟那个是一样的。哦，几号？比如说069，哦，100号就代表那个人。你们家有花多少钱啊？找到你的证件，还了解无？哦，这个影片时间的关系跳过，哈、哦。秘书长2006年10月4号，伊就誓言依战争法终结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政权，占领台湾。哦，因为伊的授权是因为美国授权给伊伫遮代理占领。因为美国伫第二次世界大战了，又发现国内经济甲军力大不如以往，所以为着国力的恢复跟省钱，所以啊。由伊个马基个盟友蒋介石帮伊呐，透过麦克阿瑟一号命令帮伊占领中国越南干呐，日本台湾，日本本土嘞那四个岛，吼、哦、北海道、本州、四国、九州由美军亲自占领，朝鲜赶快，哦，爱知哦，伊就是为了升级，所以那个为了呐韩战，吼、哦、等于。朝鲜半岛的战争都看得出来，其实美国伊付出的包括越战，越战也算输去，伊不爱阁怕啦，因为钱一直开一直开啊。哦，那个打没有意义的仗就归去吼越南家己去处理啊。那就简单，我头下讲啊，大家应该有听到吼，蒋介石有占领越南哦。我刚才是不是有讲一号命令，麦克阿瑟一号命令，你也应该上网去查哦，去看下内底内容。蒋介石除了占领日本、台湾就是福尔摩沙岛之外，还有占领哪里？越南，臭皮哦！越南人有没有讲我是越南人，又是中国人？就历史来讲，依照他国哦，交子国也在越南呢。他会不会讲我是越南人，又是中国人？会不会一样？蒋介石军事占领啊，结果蒋介石的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，在越南是。越南人最痛恨的旗帜，一入去吼，入去同款，食免钱的，用免钱的，看有人就掠，水姑娘就共炸走，共抬，和饥饿、饥荒发生在越南。从此越南人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尤其是蒋介石，跟仇人一样，比恨毛泽东还要恐怖。所以越南去越南做生意的。在台上爱给的青天白日满地红，唔通阁挂出来。你后前面车又阁底下做事的，那边机啊上好收起来，会出代志哦。吼，去年前年那个何进省，越南的何进省的发生代志啊。这阵代志我相信足济啊。我台上去越南做生意，哇！我是中华民国的人啊，你会当安怎？结果迄、那个哇去人拍死，伊强调伊是中华民国的人。对方越南人上车，蒋介石都要讲，都叫叫人拍。这新闻有哦，伫雅虎内底都有啊，去查就去过来。有现在去越南，遐要强调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人，哦，这做工的人，哦。台民众国际就是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之后，哦，台湾民众执政一样会有两个政党，民主党跟共和党，大家稍微做一点心理建设就好，哈、哦。来。2009年的4月7号，2006年的10月4号控告美国之后，经过法律程序的连续的诉讼之后，到2009年的4月7号，就是那个官司就是08-5078，在那个台湾最终地位第三本，归本拢英文的，你要有闲你应该去后边哈，买书找小姐买一点等去看，拢英语的，得到五个结论：一哦，当年是64年来，今年几年啊？70冬啊，70年哦，今年哦，哈、哦。本土他人啊，无国籍。二，本土他人无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。三，本土他人
民至今呢生活在政治炼狱。我刚好跟大家讲吼，重点拢伫遮。第四呢，美国行政单位要自动协助原告，原告是谁？台湾民政府。各位，你嘛是原告呢？为家己拍破啊者，你也是原告呢？好、哦，再来五。台湾目前还在什么？美国军事占领当中。美国高电话也破关呢，北抓而已。这五项破关的结论，好、哦，这五项结论你一定要记住哦。前言 preface 哈、哦，你要看哦，台湾是像诶，你要看全部拢神社，靖国神社 Yasukuni 哈、哦，台湾也有台湾神社，它侪所在呢，现在还在吗？李嘉雄给的桃园神社，可以用改做桃园忠烈祠，像话吗？啊，原来台北的圆山大饭店，台北企业圆山大饭店，各位知道哦，那嘛是神社呢，大间的神社是纪念谁？北白川亲王，他是皇族诶，他本来是要接天皇的位，立战功，结果呢，在台湾过世了，所以为了纪念伊。圆山大饭店迄土地，就是一个大神社，哦，咧纪念伊的北白川亲王，哈、哦。今年呢，黄济2675年，哦，你用个新刷记起来，天皇的纪元，平成天皇第几代啊？125代啊。各位在座同心，有讨厌做日本人的野手。咱本来就是日本人，你无法度否认，不会因为你喜不喜欢而没有他的法理身份。你喜不喜欢那是你感情的事情，为啥？你中毒，你无解毒，你认为你是中国人，听中国的那套是民政权，你认为做日本人是羞耻的，因为啥？南京大屠杀，你知道南京大屠杀是假的吗？各位在座同心，你要上台湾民政府影片，在座同心，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内容，那一节课是小弟我来上的，我提出证明，那是我第一节课在台湾民政府上课，跟大家分享。台湾民政府官网里面有专刊，你到上面去看台湾民政府官网，你去搜寻看里面的内容。一一证明，原来那一套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杀中国人，然后嫁祸给日本帝国的皇军。日本帝国的皇军一东西的，由世界组织国际联盟授权，由他就近来平定亚洲的动乱。中国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有4个政府，各位知道吗？东北叫啥？满洲国。南京的汪兆民、汪精卫的南京政府，那是正港的。过来两个叛乱组织，中国延安，毛泽东，对，今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。过来上，像啪到会花去啊！伫重庆上，蒋介石集团，哦，所以东西。蒋介石宣战呢，你用个上网去看哦。蒋宣战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呢。蒋介石是什么身份？行政院院长。我请问你，即摆行政院院长流亡中华民国，行政院院长以上，他有权力可以代表国家宣战吗？可不可以？国民政府哎。主席是谁？林森，林森都没宣战，蒋介石轮到你宣战了。你现在还是叛乱组织哎、欸？架杠的中国南京的南京政府才是中华民国架杠的合法政府。汪兆民对谁宣战？各位在座同心，我问一下，对日本宣战的请举手。你认为汪兆民对日本宣战的请举手？不是的请举手。不知道请举手，谢谢。
汪兆铭的中国南京政府是对英国、美国，也就是同盟国宣战。你知道吗？英国、美国其实基本上是殖民亚洲，无啊，这不平等条约为对来的，各位在座，你读中国的历史读到这，你有小可经历下无？这不平等条约第一条为对来的，是咪英国在广州林则徐鸦片战争，他是不是在殖民中国？一般正常的中国人就是对英美非常厌恶，所以对美帝一直在讲美帝，美帝就是这样来的。所以正常的中国人，他是对英国、美国宣战，因为这两个国家就是殖民亚洲。哦，大家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。日本帝国也没有，贵在这各位。大日本帝国的宪法是由明治天皇亲自写的，叫做什么？钦定宪法。各位下起来哦，日本宪法、大日本帝国宪法跟日本国宪法有什么不同？讲师底下跟你讲，你先下起来哦。大日本帝国宪法是由明治天皇亲自写的，就是啊，钦定宪法，它交由帝国宪法来审核，透过什么行宪诏书，让大日本帝国宪法实现在什么实施在大日本帝国。哦，现在日本国是什么宪法？昭和宪法，是由麦克阿瑟透过授权，哦，就是。透过授权，然后他什么修改大日本帝国宪法第四条跟第九条，成为现在日本国的和平宪法。所以根本宪法不同的情况之下，日本国等不等于大日本帝国？等不等于？无同啊，伊的根本宪法无同，国体的无同。但是你会问，日本帝国灭亡了吗？来，认为大日本帝国灭亡的请举手。没有的请举手。不知道的请举手。各位在座同心，大日本帝国还存在，为什么？看看你的右手边，日本天皇只要存在，大日本帝国就存在。你还记得哦，这一点重要的观念。而且占领者的意志代表命令，所以各位同心，后摆台湾民众在行政的时阵，行政工作要推行的时候，你要问问自己，任何事情有没有经过授权？你有经过授权无？不是家己想要做啥就啥哦，爱问顶头的，上面有没有授权？你这句话一定爱写哦，可以保障你的权利。上面有没有授权？没有授权的事不要做，你要写起来。跟现在的流亡政府行政做事方式都不一样，这是一种礼貌，也是规矩。没有经过授权，你就不要去动。你这个观念，每一个人都建立起来，你就当像啊，日治时期，每一个人未去偷客人的物件，会守法，你呐重视这个观念，授权。主人无授权，门开开，你敢入来无？徛在门口，因为内底车侪，我才入去。未讲哎，门无锁，我入去内底遐看。偷偷要来看，可不可以？没有经过授权，不要进去。伊讲，内底车侪，门只开，伊门开开的时阵，咱只打入去，莫家己无看的。迄就是中国人迄种习惯。没有人，哦，我最大，夜郎自大，暗蒙蒙我上大去披萨，开始搬，开始偷摕，乱就是安尼来的。没有那种授权的观念。哦，顶头有授权，你再做。那台湾民政府主管当然是谁？美国军政府，所以也全名叫啥？台湾群岛美国民政府。没有授权的事情不要做。所以你的新闻件，台湾民政府的晶片身份证，你有带来？你翻过来的背面，那是有一个晶片，晶片的右下角有写啥 ？USMG， 就是美国军事政府授权。那张晶片身份证在刚印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。USMG TCG 过来一摆的号码，那就代表你的身份证字号，好，还知无？那比如讲哦 ，A 哦，代表就 F 偌济嘿，那叫做美军编号，哦，就是讲美军伊在咧管理本土台湾的时阵，这片土地面顶的人，伊用美军编号给你编号。日本帝国更加好，创设什么
户政系统。迄、那个户籍成本为对来，唔是中华民国，唔是中国创造，也不是清帝国创造的，那是日本帝国依照万国公法一点一滴来经营台湾的。迄、那个流程拢按照万国公法来呢。1895年下关条约取得台湾，哦，相提日本天皇，唔是日本政府哦，哦，官僚要出来哦，来看下。1895年4月17号，这时候来有看过无？下关，第一只签名诶，来第二上，伊藤博文、李鸿章、李金芳，哦，马关条约，架杠人啊，下关条约 （Treaty of Shimonoseki） 下关条约。咧签名时，白纸黑字，一定有两个。四主属主，哦，知影无？就讲咱要共租厝、买土地，是毋有签约的双方，甲方跟乙方，看到？这是缅甸叫啥？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，另外一个咧，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，签的这个下关条约，伊就是永久甲台湾平和，包括辽东半岛。挂牛哦，大日本帝国的天皇。但是当年诶，1895年5月8号，有三个国家提醒啊吼，讲日本天皇那个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爱给哦，万国公法国际法有讲，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。你有写起来无？爱给写嘿，不可以割让哦，所以。透过辽南返还的条约，吼，日本天皇把辽东半岛割还给他清帝国，不是割给清朝哦，哦，清朝跟清帝国差足济哦，这土地帝国，吼，清帝国也好，日本帝国也好，与天皇皇帝一家人无多管遐快的所在，所以伊甲管理权。管辖权交给他所信任的政府去管理，啊，了解哦。所有权跟管辖权分开来，啊，你就清楚啊。你今仔日甲看你右手边的这两边图的时阵，你就知影怎么一回事。所有权跟管辖权，为什么管辖权跑到美国总统去？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款下起来哦。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,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the Pacific Shores. 啥意思？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管辖权，就是放弃什么主权权利？那关键所在是卖权利，主权权利没了，还有什么残余主权？以上主权义务，它对我们保护的义务仍然存在。为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你的右手边。日本天皇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日本天皇对台湾朋友，包括对南海、台湾全岛，你要记得哦，先写下来。台湾全岛包括三个部分：一、台湾全岛专岛，台湾的专岛，包括周边群岛；二、澎湖；三、一对新南群岛，就是现在南海。中国现在要在那挑衅，要乌油这些所在。嘿，嘛是台湾哦，吼、哦！我叫特别做经理，各位你来写起来。伫台湾战争史回顾，吼、哦，台湾战争史回顾的第四本，吼、哦，那一篇是台湾战争史回顾355篇，在那一本书的327页，吼、哦，大约刚书甲内容提纲甲大家讲一下，吼、哦。2011年7月23号，希拉蕊，吼、哦，又提供讲一切拢爱照国际法来。处理南海的问题，吼、哦，伊回避法理观，伊是用地理观来解释南海的问题。中国咧，一个姓杨的，哦，杨小姐，伊提出啥历史观？南海依照的中国的，用这样。但是美国伊提出的地理观，甲中国提出的历史观，两个都偏离法理轨道。你讨论一个所在，你就是要回归啥管辖权。跟所有权，你不能离开法理，吼、哦。
所以1939年3月30号你要记下诶，南海哦，南海在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的 F 里面有讲到南海的条约内容。哈、哦，1939年3月30号，日本政府正式把它编入了嘛？台湾哪里诶？高雄州的高雄市。在隔天1939年3月31号，他马上把这个消息通告美国。有重要不？重要、哦、所以美国在征服事实、哦、Fact of conquest， 征服就是只有一个国家。为什么美国？为什么没有英国？为什么台湾自己当局的军事总督，因为总统哦 President 英译不敢翻总统两个字哦，董事长可不可以用 president？ 他贵英译你就知道 president 可以，总经理也可以，那个什么董事长可以用，总裁也可以用，哦，不是总统哦，哦 ，president 的意思是啥？军事总督，军事政府指挥官，美国总统底下的军事总督，还知道哦，马英九是啥？军事总督哎，所以5月20号就职啊。代表哪？代理军事占领台湾，5月20号就任，意义的于你家，无这样奇怪呢？伊的总统就职那不是10月10号，为什么5月20号？各位在座的同心，你有想过吗？为什么他的总统就职日不是10月10日，而是5月20号？原因何在？在这边，跟军事占领有关系。他的职务叫做军事总督。所管理这个机制，流亡政府怎么可以管我们？因为他在台湾关系法被授权了，他叫做台湾治理当局，台湾 authority， 所以台湾治理当局这个领导人他就可以管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领了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你领啊，所以你要纳税，你要做兵，你要给哦。虽然台湾民众的立场也卡，好、哦，对流亡中华民国殖民政权所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，你跟阿公讲是，我的孩子要做兵啊，我不要纳税，你孩子不要做兵，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不通哦，好汉不吃眼前亏哦。台湾治理当局虽然我们知道他的地位是政治台湾，是被授权代为管理，但是什么？他有管辖权哦，你不要跟他直接对抗哦。派人伫面头前，拳头要摸过来，你要甲伊对抗无？要不要？唔免，咱有法，咱有法律啊，咱有法律咧防身呐。一支笔，我们就对抗他所有的武器，安有简单无？快乐革命就是法理啊，用法律来革命，安有轻松无？要不要血腥革命？爱压刀压枪去总统府要甲对台？要不要？要不要去占领中心新村？哎呦，还有结果啊，就是安尼啊！哦，去占领中心新村，坐咧啊，坐伫遐个翕张相。哦，我们占领中心新村啊，有讲无？美国台湾政府，哦，迄个啊，无读新台湾论，来只读的去外口乌白做，来教咱拢扛起来，是不是咱的同心？唔是，美国台湾政府差济啊哦！伊呐，主张要用伊个模式主张另类的台湾独立。各位在座同心，你爱记得，这片土地有两条路，规世人生生世世，你爱交代你个子孙，这两条路后摆拢唔通去碰。第一，主张台湾独立，爱写起来哦。我相信当期个人来讲，台湾是台湾人台湾，所以爱独立，会无？会。你只要想想的忙做咧，看一个电影、韩剧看的，看的婆媳战争，你搁袂记起啊？因为台湾人又是台湾人，台湾开始看中国人，搁开始叫大陆啊，叫外星人，会忘记哦，所以你要写起来。好、哦、，OK。第二条，主张共产主义。为啥这两条路袂当行？足简单呢，美国是反共，这共产主义是毒素，毒苹果。会当把一个国家足好的经济舞甲乱七八糟，明明骨力做实的国家，透过共产主义变啊，大家平淡，
袂做起来，因为有做无做拢共款，食迄碗饭嘛。国家就这样垮掉了，而且什么侵占天皇的财产？台湾独立就是这片土地开始必须定公，甲大家做说明。好、哦，江书记这样嘛，甲你讲啊，土地所有权者是上右手边，你来看，迄板桥后边迄皇居，永远爱藏在你心肝底。它比法国的那个铁塔还要重要。你看那铁塔，那是观光景点，但是皇居它是台湾的所有权人。好、哦，那主张台湾独立的人，大家要培根较硬的。好、哦，首先要对抗谁？美国的军事攻击。第二个，日本防卫军的攻击。日本天皇也在上占领者经济占领的权利跟义务，他要保卫这片土地，军事占领权。日本的防卫军呢，因为这片土地是日本天皇的财产，虽然不是他管的，但是他有义务要来保护、保卫、守护日本天皇的财产。所以你可不可以主张台湾独立，付出台湾独立战争，可以吗？你就上戆啊！吼、哦，啊！遮中国人诶，三个位诶，拳头要去攻九寨啊！这英雄搞诶，什么叫低俗？皇民化是全世界最高的一个活动，和大家进入欧化，脱亚入欧。本来日本帝国是一个农业社会，透过欧化，日本的明治维新，有听过无？明治天皇透过明治维新，让日本帝国从农业化的社会转型成为欧化先进的国家，在1922年的时候，成为世界五大强国。哎，下个哦，这新台湾论里面也有，1922年成为全世界五大强国，亚洲唯一大日本帝国。那有简单吗？不简单呢。哦，脱亚入欧重不重要？台湾要不要欧化？要不要？哦，这答案给的嘿，哦，你看大家呢，已经到太空遨游旅行啊，台湾有没有？无呢，中国有法度，即马才会发怎啊？发展到月球，来已经走到唔知银河系对一个外靠什么仙女星星云也可以，够通远去啊！中国在开始要发展去月球，而且会不会成功也不知道。哎呀，要不要脱亚入欧？哦，这很重要的观念。哦 ，OK。马关条约第一条的摘哈，领土主权握有者以上，君主，哦，天皇所有，大清帝国的皇帝，哦，家的土地搞永远挂牛，会记得哦，永久割让给谁？日本天皇。所以知影啦，台湾人并无拥有台湾的领土的主权。各位在座，你有没有台湾的土地所有权状？你给他讲啊，有啊，我家里那个土地所有权状啊，建筑物所有权状啊，啊，全台湾都是你的吗？我请问你，你拿的土地所有权状、建筑物所有权状，那是你的使用权，不代表你所有、欸。哎，你只是透过你一辈子的努力去取得这一块土地的使用权、欸。哎，所有权是谁？右手边看一下，永远不要忘记，每一周，吼、哦，咱为宜兰州、新竹州、台中州、台南州、高雄州，吼、哦，再归落诶，吼、哦，宜兰州、台北州、新竹州、台中州、台南州、高雄州，六个州来对州办公室，包括郡的办事处，都有这两片土，吼、哦，一个什么日属，一个是美占。日属什么意思？属日本天皇。日属是属日本天皇哦，你莫讲属日本哦，哦，为莫讲一半嘿。过来啊，美占，美国军事占领，就是美国总统军事占领。日属跟美占的意义，哦，你也记得清楚哈。过、哦、来，无法公投的原因，哦，你物件不是你的，你都袂当做改变啊，哦，没有授权你也没办法做决定啊，哈、哦。无法公投的原因就是在这里，有人讲。美国军事政府占领规变51州，会用的无？可以吗？
大家初级班两个重点，然后秘书长直接讲啊，我等下在台下看。有写笔记的请举手，没有写的请举手。我要真多啦，来，初级班两个重点，记得写起来。一，占领不移转主权，赶快写起来哦。二，流亡不得就地合法。你有没有大家的数？流亡的政府、流亡的难民不可以就地合法。哦，流亡政府他只能流亡在一个国家的城市。哦，像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法国跟比利时流亡在哪里？英国的伦敦 ，French London 啊 ，Belgian London。他可不可以讲法国、英国、比利时、英国？可不可以？不行。哦，韩国诶，流亡在哪里？上海 ，Korea 上海。哦，这些地方爱给的，起码唯一你就爱给的哦。有一个建户流亡在印度的哪里？达兰萨拉。哦，我相信各位在座拢较少去关心这哈、個。吐蕃流亡政府在哪里？达兰萨拉，所以叫做吐蕃达兰萨拉。咱使用的名词，既然台湾要追求国际地位正常化，使用国际的名词，请你爱使用正常的名词。好、哦，譬如我叫温承志，就使用叫我温承志就好，不要叫我其他名称。为什么？代表彼此的尊重。譬如你叫做陈志明先生，我当然就叫你陈志明先生，代表呢我对你的尊重。哎，知道不？哎，叫代表了两个正常的人在讲话。哦，莫个阿拉噶大六华姓，迄种无正常。哦，啊，所以使用名词大家爱记的。哦 ，OK， 他叫啥？吐蕃流亡政府在达兰萨拉，吐蕃达兰萨拉，唔好讲西藏诶，西藏政府诶都唔对啊。哦 ，OK， 因为美国没有台湾的领土权，除非美国拥有，要不然什么天方夜谭，无可能啊。像我诸葛亮，波多黎各，波多黎各伫美西战争的时阵，经过西班牙遐美国摕到的所在。菲律宾是其中一个，叫啥？波多黎各。波多黎各上有资格变51州，但是美国国会有决定啊，哦，不再增加海外领土，所以波多黎各有经过3次的公投，我相信秘书长拢有机会甲您讲哦。这3次公投，波多黎各没有成为美国的51州，哦，欢迎大家，哦。反之呢，必须搞清楚的是，台湾这片土地的所有权。主权伫向所在，吼、哦！你会记得看迄板桥后壁迄黄菊，永远种喺你的头壳内底，唔通袂记得。土地是有人的，虽然你即马你有土地所有权状、建筑物所有权状，但是这是你的使用权而已，你使用权尔，你是为天皇呀，吼、哦！摕到你使用的权利尔，代表迄证明讲，你土地甲厝是你使用的。所有权的人，天皇啊，要不然你可以不要缴税嘛？爱不要缴税，要缴税啊！哦，来这边偷一上，这边偷的叫做法国，哦，你要清楚有一个这个甲伊有密切关系，有看到无？有的人看爱笑，4月1日愚人节。对一个国家，法国，伊就是守旧派，吼、哦，甲改革派的两个，吼、哦，送假礼物，嘲弄，参加假聚会，因为旧的新日期4月1日，哦，所以以4月1日为新的，那法国人喜欢开玩笑，所以伊个国家有强无？无强，法国其实不强，因为很喜欢捉弄你啊，哎，我捉弄你呢。人跟人之间常常开玩笑，开很大玩笑，捉弄彼此，那信用会没去。我常常捉弄你啊，以后我讲的话你会不会相信？我写的文章你会想看，连看都不看。所以4月1号这个愚人节根本是小朋友在玩的节日。各位在座的同心，大家都成年人啊，哦，跟江叔互相勉励，哦。那唔通阁升级那人的游戏啊？写假文章去捉弄人家啊？什么美国航空母舰要来台湾，要来去什么飞鱼记，结果那篇是假的，
那篇文章的作者我也害，后摆写的文章无人要甲伊看，你在捉弄人家，哦，这答案给，不要去青菜生等人，哦，捉弄人就会高呼呢，这是好现象嘛？中国人嘛就爱这套，所以啊，三十六计，空城计，因就是爱生这啊。你看诸葛亮有没有好下场？无啊，亡国啊，亡国啊，哦。这是法国人家务事，所以愚人节唔通过过啊！哈、哦，来，这张纸才是正港有力。哈、哦，公元1945年4月1日颁布行宪诏书，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哪里？看这，朝鲜台湾。哈、哦，这因阿无白地哦。昭和天皇在昭和20年的4月1日行宪诏书。它是日本政令跟会计新年度的开始日。各位新台湾论306页，你现在没买，你新台湾论有拿到，你会给翻去306页，现在先写笔记，来，咱下一来。4月1日是什么意义呢？第一个，是日本政府会计年度的起始日，开始的日子啊，会给做小有公升起来，会计新年度有公正笑无？大家伫公司上班就好啊。会计会甲你捉弄无？明明今日领薪水，甲讲无，我甲创低，会不会？不会哦。第一个，日本政府会计年度的开始日，许多公司也是效法。第二个，日本新公司成立日或合并日，迄足慎重的吼、哦。公司新的成立日子，还是合并的日子，区域合并的日子拢4月1日。过来。日本社会许多新进员工的就职日，头家面试完了哦，人事处该面试，哎，你4月7日来就职，开始新的工作，这样刚4月1日就来上班啦，哦，这都爱给的。过来，日本社会许多不动产租赁契约的生效日，买土地、租土地、买厝、租厝，4月1日正式的日子，迄天开始使用。哦，这种足正经。过来是啥？日本学校的开学日，日本学校开学日，会不会学校开学日，学生去学校，结果好好定个教学组长讲，今天是愚人节，我们不用上课，会不会？哦，这是大家给的。4月1日，在天皇这个领域里面的体制，4月1日就是很正式的日子，我们不开玩笑。各位在座，你也要过愚人节。除非你是法国人，全世界无法律规定，你一定要过法国愚人节。哦，流亡难民到处流浪，到处流亡，所以过什么节都没关系。哦，知道你这个观念要出来哦，咱是日本天皇所有，所以咱过正式的日子，4月1日就是正经、正经的日子。哦，不开玩笑。哦，把这个。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在台湾之后，那参像囡仔出世了，父母去户政事务所改登记户口，全世界改 announce 公告啊，这囡、個、仔就是我的先生。爱落去了，为什么关系？各位知无？好、哦，主权、权利跟主权义务都爱来。这囡仔从此之后，我对他的权利跟义务，我有权利管教他。也有权利保护他、培育他，可不可以断绝父子关系？可不可以？没用的哦，这法律面顶法理上清清楚楚哦。哦，这还知哈、哦？来，面顶有几个人签投降书的？崇光葵当时是外务大臣兼大东亚大臣。崇光葵签投降书什么时候？1945年的9月2日。你有没有写起来啊？啊、哦，听一听呢，给下来，过来。旧金山合约签约的哈，上吉田茂哦，军需大臣的家的交书明定的屋啊，哦，这内容拢新台湾内底的屋啊哈，得大家给去现来看呀，天皇的家，我相信你唔捌看过，镜头拢是这，哦，看二，丹麦的王储，哦，因太太看好天皇同款。跪单脚，这是最高的地位。天皇在全世界元首地位是最高的，再来是谁？教皇，
教皇他下来是谁？英国女王，怪哪？美国总统。哦，这皇民无等无与荣比哦，无比的荣耀。我看过哟，挂电话呢。我想讲做天皇啊，翘脚练去手，坐享其成是吗？挂电话，我看过哟，搁破产呢。太太皇后诶，正牛啊！哦，这大家会记得吼。好，今日课程到这，感谢大家。